bus.我们去那边玩吧。好啊。
是超人，小小超人，谁有困难，我来帮忙，不要害怕，超人来了，勇敢向前冲，帮助大家，就是超人。变成超人一点也不难，只要真心的去帮助大家，你就是超人哦。喜欢我们记得点这里按赞哟。七七准备出发了。来了，你说最近有个偷美食的大坏蛋。哦，那我们得把门关好。你们听到了吗？偷美食的大坏蛋，好可怕呀！如果坏蛋来了怎么办？那我们就躲起来。啊，捉迷藏嘛，我最厉害了。那我也躲起来。太小了。把盒子击坏了。不好意思。如果小偷来了，我们就赶走他。你们个子这么小，能做什么呀？好像有声音，有人在门外。是谁？难道是琪琪回来了？可恶！这里一定有很多好吃的，今晚可以大吃一顿了。哇，美味的大汉堡！再找找看还有什么好吃的。薯条。我最喜欢吃的甜甜圈。这是哪儿？天哪，我们被抓走了，救命。彩色糖。空的。怎么办？铁小圈他们都被抓
走了，我们得救大家。嗯嗯，可是我们那么小，大灰狼那么大，我们要怎么救大家呢？我有个办法，我们可以这样。什么声音？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奇怪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真是太奇怪了。大家跟着我。好痛啊！糟糕，他醒了，你们快出来！我们是彩色糖，勇敢的彩色糖，看我的厉害！嘿吼吼吼吼吼，拜拜大灰狼！嘿吼吼吼吼吼。一起来，吼！打败大灰狼！耶！我的手怎么被绑起来了？我的脚怎么也被绑起来了？到底是谁干的？发生了什么？哦，天哪！有小偷！喂喂，是警察局吗？我再也不敢偷东西了。说你们个子小，什么都做不了了。谢谢你们，只要大家团结起来，小小的我们也会有大大的力量哦。没错。
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在哪里呢？啊，去哪儿了呀？吓他一下。原来是铁小圈。你在找什么呢？我最喜欢的蝴蝶结找不到了。你确定不在这里吗？是啊，我都找过了，就是找不到。这样啊？难道是被偷走了？被偷走了？一定是这样。别担心，我来帮你找蝴蝶结。找小偷的任务交给我吧，嘿嘿。有线索。是番茄汁？难道是番茄大道？我知道了，沿着痕迹一定能找到小偷。哎，消失了！快看，番茄大道，走！我好像听到什么声音，你应该放松一点，现在可是面膜时间。番茄大道，是包子。发生了什么事呀？经过我的调查，贝小可的蝴蝶结就是你拿的。蝴蝶结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才没有拿蝴蝶结。对呀，我们一整天都在一起呢。一整天都在一起，难道是我弄错了？也许真的不是你。当然不是我。看来我们需要新的线索。我们走。我知道是谁偷走蝴蝶结了。芝麻？难道是芝麻大盗？嘘，跟我来，这次一定能抓到他。可那儿发现了你的芝麻。我的芝麻？对了，我今天和牛奶撞到一起，应该就是那时候掉的。听起来很有道理，难道我又搞错了？就是你搞错了。等一下，你撞到牛奶？是啊。那牛奶也很可疑，我们先走吧。嗨，你们好呀，和我一起插花吧。蝴蝶结。这次不会弄错了，就是你拿了小可的蝴蝶结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没有拿别人的东西。你想狡辩？我没有狡辩。是你，是你。你们都别吵了，承认吧。我不是。
蝶结。啊！啊！你看清楚了吗？这里真的没有我的蝴蝶结。看来我又搞错了。皮小圈，你又在随便怀疑人了。是你们啊！被人怀疑的感觉太难受了，我一点都不喜欢被人怀疑。哼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哼！对不起，我不该没弄清真相就怀疑大家。其实田小圈也是为了帮我找蝴蝶结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找到，还误会了大家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我们原谅你了。真的吗？我们也一起帮忙找。你们还有哪些地方没有找过呢？对了，贝小可，你今天还去过什么地方？我想想啊，我还去过那里。那我们应该从那里开始找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那我们一起去找吧。这次我一定认真分析，不要怀疑人了。找呀找呀找线索，找呀找呀找线索，分头找一找吧。随便乱怀疑，认真分析，我最棒啊！哈，找到了！我们都是大侦探，不要随便乱怀疑，认真分析，我最棒！太棒了！小朋友们，要想成为厉害的侦探，一定要找到足够的证据，认真分析。不能随便怀疑别人啊。琪琪，过来帮我一下。哦，好的。我们来玩捉迷藏吧。好呀好呀。我来找。你们快躲好哦。一二。Ooh, ooh, ooh.
饺子，我找到你了。不可能，你绝对找不到我。快出来吧。快就找到我了，嘿嘿，现在就馋包子了。嗯，他躲到哪里了呢？啊，什么声音？一定是包子，他肯定藏在附近。哦。真好吃。现在就剩包子了，他会躲到哪里呢？他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我们快去找找。到底躲到哪里了呢？都找遍了还是没有。包子，你赢了，出来吧。我赢了。包子，快出来，我认输了。包子，出来吧。我出不来了。我们去其他地方找找吧。我在这里，快来救救我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是包子！我们一起来！塞得太紧了，拉不动。快给我出去，我感觉快无法呼吸了。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救出包子。哎，我有办法了！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二，停下！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二，准备！一二三四，大家一起来，快来帮忙，齐心协力，这里。我以后再也不躲瓶子里了。小朋友们，玩捉迷藏也要注意安全，不能躲在危险的地方哦。妙妙接球。
可以啊，我要跳得很高啊，包在我身上。棒棒，哎，呦呵，哈哈，哎，好厉害啊！我还要飞得更高，啊，哎，我要跳了。妙妙，要下雨了，我们快收拾一下。我迷路了，回不了家了。嘿嘿，别难过，我已经走了好久好久，也还没到家呢。哎呦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要朝着家的方向一步一步爬，总会到家的。家的方向？我知道。谢谢你，瓜娘。快让开！
回家去。我要怎么过去呢？有了！彩色糖啦啦啦啦，彩色糖啦啦啦啦，遇到困难先不要害怕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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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有危险！小小彩色糖，遇到危险，小小彩色糖，不要害怕，小小彩色糖，想想办法，小小彩色糖，勇敢面对，我们要努力打败困难。耶，我成功啦！我们快去找小红吧。我们来帮你上色吧。要把
我好城堡的，怎么办怎么办？小可一定会很伤心的。不行，我们得赶紧想想办法。快点，贝小可很快就会回来了。有了！在贝小可回来之前，我们赶紧把城堡重新搭好。绳子拆下来呢，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工具可以用。耶！又失败了。我又想到办法了。这次一定能成功。太近了，要两个人一起跳才行。准备好了吗？预备，跳！又太远了，一定要调整好位置才行。我回来啦！快点，小可回来了！快！我们一起来装饰城堡吧。怎么了？我们去踢足球吧。对呀对呀，踢足球。好啊好啊，但是要先装饰好城堡。城堡？城堡怎么了？糟糕，又被发现了。城堡怎么不一样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我们不小心撞倒了你的城堡，所以我们重新搭了一个。但是城堡的塔尖还没放好。你们做的城堡好特别呀，更漂亮了呢。那你不会生我们的气了？不会啊，还要请你们帮我一起装扮城堡呢。耶，太好了！做错了事该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勇敢认错。做错了事该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想想办法。
小朋友们，如果不小心做错了事，没有关系，想想办法解决问题，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哦。